世界中你不知道的秘密，全新 1.0 版本的迷你世界。小伙伴们肯定有疑问，弥拉星是什么？虚空幻影的来历是什么？虚空幻影的目的是什么？今天呢，鸽子将给大家讲一讲。很久以前，起源立方孕育了迷你宇宙，其中有一个星球叫弥拉星。弥拉星上的人虔诚地祈祷，终于得到了起源立方的回应。一股神秘的力量涌入他们的身体，那便是创造之力。他们利用这种力量采集、制造、建造，使生活变得非常美好。但是这股力量也引来了虚空的窥视，世界便动荡了起来。这个虚空的窥视就是我们的虚空幻影讯和虚空幻影猛，这个就是我们迷你世界新版本的起源。小伙伴们，让我们拿起武器，开始新的冒险，冲啊！